神又来台湾喽！这次除了比赛应援，五日他也来到安心亚、阿 Ken 和张立东的节目做客。日前他才点名许光汉是他的理想型，今天就又把他给大赞了一遍。물론외모도뛰어나시지만웃는모습이너무예쁘셨다고他给他几分？啊，평가는제가평가에게안된다고했어。哦。现场请他们两位笑一下，为什么你要这样为难你？我还没准备好。立冬应该 OK， 因为他最近牙周病治好。对。张立冬先笑一下，放个笑容来。哎、欸，怎么？我说不定也是这样。两个帅。台湾妈妈的菜做的也不错，立冬妈妈会做菜。会哦，会哦，会哦。还是立冬会炒饭吗？立冬会炒饭。记者大哥，大哥，大哥，你因为你从我后面发出声音，很像是我讲的。我会讲自己会炒饭吗？其实平常你讲炒饭，我也是会。对、啊，而且他都是蒜味香肠的。比较口味比较重啊。那你有吃过你的炒饭吗？蒜味香肠。我是说我妈会炒蒜味。蒜味香肠炒饭。而说起之前，他被网友发现一回到韩国就把所有关于台湾的限动删掉，他也来解释了。아그인스타가공유가안돼가지고다지워진거라고오해는안하셨으면좋겠다고말해주세요아직한번도안돼가지고너무기대되고그리고원래인스타로만뵀어가지고얼른뵙고싶고이번주토요일이너무기대돼요인스타 I miss you又是被可爱暴击的一天啊。